这是彩蛋吧？我们是不是又彩蛋了？哇，我们又彩蛋了，大家！啊！我他妈他妈就说我这个是欧洲账号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先进来了嘛。那我先讲一下，他这个二之国我已经有稍微爬文研究一下，他总共就是有五个职业，所以我刚刚已经选好了，我想要玩的是这个职业，应该是法师，然后他是女生，我觉得比较适合我。我们可以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啦，这一只是魔法吧？怎么看他就是一个法师。我、后面还有个爱心。可以装饰角色我们看一下造型可以怎么改。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就是吉卜力工作室旗下那些宫崎骏的漫画，你就知道我应该在讲什么。这个就是通常女主有时候会绑的造型，例如说什么千寻啊进去扫地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千寻里面那个女二，就是后来默默帮助千寻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可能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会出现的那一种啊。这个的话白龙，这个要换个发色啦，变白龙好，我跟你们选这个啦，不啰嗦了，我们就玩，然后分析它的利跟弊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如果要花钱，直接氪，开玩笑。The next day， 来，我们去抽吧，先抽一抽再说。来商店，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的礼包，1070块，全部买，我们可以召唤几次？我们可以召唤50次，大家。所以我其实觉得不贵，如果你们都是买最初学者的礼包，其实不贵，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跟礼包就好了，不用花太多钱。如果你真的是无氪或小氪玩家，好不好？出事了，阿贝！咚咚咚咚！啊，没有彩蛋，好，没关系，再来抽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很漂亮，很可爱，还有那种就是吉卜力工作室那种感觉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这是彩蛋吧？昨天我是看到这个画面。啊？他为什么长得这么不像？你们不觉得他看起来感觉很不抢吗？是只有我这么，不是只有我这么觉得吧？好来哦，再说，噔噔噔噔噔，一只小蝴蝶飞进去心里。这又是怎样啦？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？我在天堂二言不欧的补分，这边全部给我补回来。这次我有啊！再抽啦！我跟你们说，没开玩笑的啦，好不好？啊！再倒，再倒，再来一只！这是又有的意思吗？不是，等一下这个爸，这个坏了吧？我刚每一抽都有只有一次十抽没有棒！哇，看起来独角斗龙，好，再来，我们还有最后十抽的人，我们把它抽完。这次就没有了吧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那个子弹。好啦，这样是不是合理了？这样是不是合理了？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装备召唤也抽一抽。好，时装很难出，是不是？哦，咚咚咚咚咚，好可爱哟！这个特效太用心了啦！
掉出了一个属鸡的箱子哦。哦，这个会不会太夸张啊？银河哦，它都要有这种很华丽的特效。这个会不会太华丽啊？哎，啊不是啊，中长靴是在 Hello。哎，出大事了，阿贝，他问我要不要花啦，怎么办？这可以花吧，我买这个便宜的。我们目前这边都刻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因为100赞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刻。我先把这两包刻起来，等我一下。我第一次看到礼包可以这么多的，礼包的世界怎么可以那么狂啊？目前氪金量2680哦。噔噔噔噔噔，撒进去。哈啾，喂，打好啊，兄弟。一个喷嚏，不小心抓胸这个，全部都全部都抓出来啊！这一颗可不可以是你们说的什么水龙？水龙，狗狗，他谁啦？恢复正常人的运气。哎，其实很难抽哎，对不对？不是欧洲人了，红颜师哦。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可他没有打喷嚏耶，有没有机会是水龙哦？来一点水吧 ，I need water。我没有养龙吗？他好狂，谁啊？打开 ，Open the door。然后看半天。游戏就是这样，没戏也蛮好。我也累了。总结一下今天好不好？我们总共氪了3510块，我们的战力 total 最后达到了115000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圈可点，而且获得了5个四星的装备跟4个四星的幻兽，我自己觉得 OK 啦。那大家也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这样的氪金量，获得到这样子的战斗力跟这些东西。这样子到底适不适合你们？喜欢看我直播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先订阅我，好不好？在场所有观众，记得帮我按个订阅小铃铛，这样我开直播你们就不会错过。那就先开到这边啦，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所有人的观看。